这是电瓶的位置会有所不同，也都是在脚踏板这边。电瓶，它这边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说，这种电瓶呢，不需要去检查电瓶翼或者补充蒸馏水，但是需要检查电瓶的接点状况，必要时呢要给予锁紧，是这个螺丝会松掉，不可试图取下电瓶上的密封盖。这样子会使电瓶永久受损。那启动车辆引擎的时候呢，若感觉启动马达运转迟缓，那就是要去检查电瓶应该是寿命到了。他这边还强调，启动引擎的时候，若感觉启动马达运转迟缓，那就是要到保养厂去做处理，以免电压不足，造成无法启动引擎的状况。仪表板部分的话呢，仪表板部分呢，位于两侧方向把手的中间。我们来看一下，以这台车来说呢，它会显示时速表、时钟、引擎故障警示灯、汽油油量表、机油更换时间、里程。机车的部分大概就这几项，它这边也注记，引擎故障灯亮的时候呢，要回机车行进行检查是否有异常。机油更换灯指示灯亮的时候呢，要回机车行进行车辆保养。这是脚架部分，它的脚架呢，要把支撑住车子的时候，你要特别地上物。比方说呢，地上不是很坚固的情形下，你停车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一下。轮胎部分当然就前轮后轮那目前车子也有一些是前面两个轮胎的资料，目前是没有。轮胎部分，我们骑机车就是加速嘛，加速的动力。那油门放掉呢，就是减速的刹车，能有效的传达到地面，使得车辆呢，在动作的时候会有牵引，还有制动的性能。最重要的还是能支撑重量，乘坐的时候会舒适的功能。轮胎的胎纹有排水的功能，避免呢车辆遇到积水而失控打滑，这个非常重要。好，这是胎纹部分。轮胎上面有四个号码，1519就是代表2019年。第15周出厂的轮胎，这个也要稍微注意看一下。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晴雨胎、晴天胎、雨胎，还有热熔胎、半热熔胎、复合胎。哇，这个非常详尽。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谈了些什么。哇，后轮好像爆胎嘞！那赶快先去机车行给老板看一下。老板，我轮胎好像爆胎了。是啊，我帮你上架检查看看。基本上交给车行老板判断来说的话，对不对？会依他戳到钉子的大小、宽度，看看补胎条有没有办法去补到它那一些的范围。你要是补胎条补不到，太过于长宽的话，那当然这种轮胎就是不能补的了。那如果是钉子类的，补胎条一定是进得去。那前提也是要看轮胎的好坏啦。你要是这一个叫磨耗快，跟胎面贯通来说的话，就是代表你的轮胎是该换的程度。好啊，最主要是看旁边磨耗标志来说的话，这里都会有一个箭头。三角形的这个箭头，它比的这个地方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磨耗快的显示。做轮胎是否与更换的判断来说的话，就是看这一个。你像这一条已经磨到它的警戒线都没了，那当然就是建议客人直接把它换掉，你也不需要再去做补胎的动作了。因为你继续再补，说实话，它补胎条粘黏的那个厚度也会比较差。而且现在政府法规规定，磨到这个程度就是一定得做更换。要不然监理机关是会做开罚的动作。
轮胎分的种类来说的话，其实坊间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晴胎、雨胎，或者是这种就是偏向晴雨胎，那这是三大种类。那还有另外一种的话，就是叫道路，就是通勤用的轮胎。这种花纹比较偏稀少来说的话，就是所谓的晴天胎，它接触路面面积会比雨胎还要来得多。那么雨胎来说的话，其实顾名思义，他们就是做排水轮多了一点，会去做排水性。那晴雨胎来说的话，就介于这两个的中间值这样。要依挑花纹来说的话，晴胎、雨胎，相信从胎纹这边分，就是可以直接分辨得出来的呀。它的区别点在于它采用的胶质的不一样。那么热熔胎的胶质来说的话，它的那个热胎速度比较快，粘性比较充足，可是相对的磨耗一定会比较快一点点。那还有所谓的半热熔系列来说的话，就是要改善热熔胎磨耗速度太快的问题来做解决，可是它的热车速度就会相对又比较差一点点。那么外面坊间还有一种叫复合胎材质来说的话，它做的中间它是做比较耐用型的，那侧边就是比较偏向热熔胎的胶质，让你可以到达你中间磨耗很慢，可是侧边又有一定的抓地力。比较要激烈超架啊，或者是有在骑山路来说的话，他们挑用的轮胎都比较偏向热熔胎。你像比如说像一般通勤族来说的话，他当然要求他的轮胎的使用寿命上需要长一点，花费才会少一点，换句话说抓地力就会比较差一点点，可是耐磨性就会好很多。那如果喜欢出游啊、上山啊、去山区这里这一类骑车的，都会比较推荐他使用热熔系列或半热熔系列，因为才会有足够的抓地力，避免过弯的时候那个轮子的抓地力不足，而去影响到就骑乘的安全。首先，轮胎上面的这一个，这里有打产地的名称 ，Made in Taiwan， 这就是台制的。那紧接着再往下看，这里有所谓的组装方向，就是轮胎的滚动方向的那个分别。像这一条轮胎，它是单方向来说的话，你组装就是一定要朝着轮子滚动的方向做组装。这里会有四个号码，这个号码相信就是很多人很好奇的，这个叫轮胎的生产日期。后面这两个19代表的是年份，前面这两个数字19代表的是周期。换句话说，它就是2019年的第19周生产出来的轮胎。这里有打一个 C922， 这就代表这一个厂牌的轮胎，它的型号是什么。旁边有所谓的这一排数字，这个就叫规格表。130代表的是胎面的宽度，用 mini 下去做计算。那么70的部分代表就是轮胎的厚度，12来说的话代表是轮胎的尺寸，这个就叫12寸轮胎。那么轮胎上面有51跟 L， 它分别代表的是所谓的载重，或者是 L 部分来说的话，代表的是所谓的它可以承受的最高时速的意思。最大速度120 km/h， 就是你时速来说的话，它能承受到120。那么再往上，当然就是比较不建议了。底下还有一个32 psi， 这个基本上是冷胎时建议打的磅数，胎压的意思。基本上轮胎有它自己的那个建议售价在，当然也是要考量到所谓的拆装的难易度。你如果车上有比较复杂性的装置，例如厚碟版本或者是 ABS， 拆装的工资相对就会往上再多拉一点点。那前后轮的分别当然也是有相关所谓的拆装的难易度。其实大多数坊间的行情都落价在400-800这个不等，那相对的如果是大型重机的话，它的价位还会再往上再拉高一点点。 OK， 我讲的就是普通所谓的速克达部分这样。好，谢谢。对，好，其实这段影片讲得很棒，不过教练这里要补充两点。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轮胎破了以后呢，它会慢慢消气，那慢慢消气的过程中呢，你车身就会晃动，会摇摆，尤其在转弯的时候，你车身会改变角度嘛，所以这个时候呢，车身就会有点不稳的现象，那就是轮胎在消气的。消气之后呢，当然是要找那个轮胎行去补胎嘛。那如果消气很严重的话呢，就不要牵着走，
因为你牵着走的话，轮胎它会磨损，磨损到最后呢，这个轮胎磨损太严重的话，就没有办法补了，就是整个轮胎就报废掉了。另外一件事情是补胎，他刚才有谈到补胎条，补胎条的话呢，就是像一条那个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这个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单元，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补胎条。汽车课程我们有谈到补胎条，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在这里啊，第八。因为我们机车是没有备胎啦，我们机车是没有备胎，但是以前机车有备胎哦。以前的那个斯柯达韦氏牌汽车，它是有备胎哦。备胎，各位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看到韦氏牌那种机车，它是有备胎的，那现在都没有备胎的。汽车也是一样，以前有备胎，现在也没有备胎。一张图是刺到螺丝钉，好，那上面这个就补胎条，补胎条就是类似一个好像橡胶软软的条状型的，把它塞进去那个洞里面，那个破洞里面，再把它那工具拔出来之后，那个补胎条就附着在轮胎上面的。那经过压力的话，它就跟橡胶融合在一起，那就轮胎就补好了，那会比较快。下面这个内胎啊，就从里面补的，好像我们那个什么狗屁膏药那个有没有？把整个轮胎全部拆掉，钢圈也拆掉，从里面补的。那哪一种比较好？上面这种补胎条比较简单，比较便宜。下面呢，这个比较贵，因为要拆轮胎啊。但是我是建议学员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去补胎，不要用补胎条，因为补胎条的话呢，它会有漏气的几率，可能你骑一个礼拜或者骑一个月以后呢，它有时候会慢慢泄气。所以我是建议各位用下面这种方式，用从里面补的。好，这是轮胎部分增加一些知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米其林他们推出的它是不用打气的，不用灌风的啦。提到开车不必充气的轮胎，您看过吗？法国大厂米其林最新研发的无气轮胎已经获得法国邮政采用，这一款新型轮胎不必充气，当然也不会爆胎。法国邮政的送信公务车缓缓开了出去，乍看跟一般的车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观察，轮胎是中空的。这是轮胎大厂米其林的新产品——无气轮胎 Optis。米其林过去几年就开始研发无气轮胎，如今已正式与法国邮政签约。27号，三辆邮政卡车率先安装 Optis 上路，并预计在2024年之前安装在约40辆邮政车上。On va l'appeler, c'est un pneu innovant parce que c'est un pneu qui a comme particularité qu'il n'y a pas d'air. 好，这是新型的轮胎。在法国就是米其林他们开发出来的，其实感觉上是不错了，但是还要使用一段时间才知道它到底合不合用。就是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刚设计出来，觉得蛮不错的，不过呢，用了一段时间，很多你没有想到问题就会跑出来了。所以买东西，包括买汽车、买机车都一样，刚出来的车子先不要急着买，让市场呢过一段时间。它就会有些问题，有些回馈，你才知道这部机车或汽车耐不耐用，实不实用。设计是不错啦，好，接下来这个是脚踏车的部分，也是一样，它用填充物，填充物就是说它把轮胎里面呢填上了一些类似发泡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充气了嘛，是不错啦，是不错。不过呢，还是一样，还要时间来证明。民国70几年的时候呢，我们台湾有花明展，那听到花明展，大家都会觉得好像还不错，没有错，以前那个年代是真的很有趣啊。但是花明展的东西赚到钱的人不多不多，那都是一些通俗的花明家。那曾经 有一个轮胎呢，我在电视上看到报道，那我就到台北去看一下，在世贸展览，它的轮胎就是机车的轮胎，那它上面刺了很多铁钉，那拔出来之后呢，轮胎竟然不会消气，很奇怪，对不对？对，很奇怪，教练也很纳闷，怎么那么厉害？聊天聊了一下，因为他是机车行的老板，因为以前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是骑机车爆胎摔车，
赛车的话呢，一般都是鼻青脸肿嘛。但是如果不幸的话呢，后面有一辆货车或者大型车过来，他就 GG 了。所以他就是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设计这个轮胎出来。它的原理呢，就是把轮胎内侧涂一层细胶，涂一层厚厚的细胶。那你铁钉刺下去再拔出来，它细胶呢会把那个洞啊破洞，把它堵住，把它塞住，那就不会泄气了。原理是不错哦，那实际上感觉上应用上也很棒。问题是为什么现在各位没有看过？那我们要知道一个重点，橡胶、细胶不一样的个体，它有没有办法完全融合在一起，附着在上面，是值得考虑的哦。可能你刚涂上去的时候，它是可以粘住的，但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呢，可能会脱落。那脱落以后呢，你轮胎在滚动方面就会有偏心的作用，会晃，别问啊。而且呢，成本也很高。这是教练的想法了。后来大家目前市面上就没有看到这项设计了。这个影片呢，它写的长知识，机车前后刹车什么时候该换，我们也来看一下。通常一个轮胎的寿命大概多久啊？寿命啊？对啊。那你前刹按的比例重不重？那如果正常骑的话，7-8千没问题。7-8千，那前轮跟后轮哪一个会比较容易磨损？后轮。后轮。我重了，而且所有的重心都在后轮。这是要磨什么？所以它开边会有弹胶，把它磨成石头。哦。这是在喷什么？看有没有开边有没有漏气。呵呵，检查一下这样。那如果它漏气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就是会起泡。哦。我们现在换是那个后刹车皮的，要怎么样子看说好像需要换这样？看这里的距离。距离。因为它转到底的时候就是已经磨损，没有这些，没有这么长，然后这已经压到底了，这已经紧绷了。嗯，所以它这寿命也是看你自己每一个人的这个使用状况这样子。为什么要掉头？你看生锈卡那这样前轮跟后刹车总共多少钱？总共2000。2000块。好，谢谢。好，谈到费用的话呢，会有所出入啦。好，那我们要补充的是，就是说他刚才谈到的刹车皮的寿命，动不要寿命。当然，这个刹车皮的寿命呢，多久才能换，牵涉到你的使用率。我们骑机车，是说加油。前面有状况放油，油门放掉之后就慢下来，慢下来之后呢，你就不用用到刹车了嘛。那如果你骑太快，跟前面车跟太紧，它刹车它结束，你就马上刹车了，这样使用频率就会高，所以呢，你刹车皮就会寿命就会比较短。
其实这个蛮有趣的，跟我们动物也一样哦。我们知道乌龟寿命很长嘛，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爬、慢慢动？对呀、啊，慢慢动也是一样，骑机车、开车都一样，不是踩刹车、加油、踩刹车哦，要适度的放掉油门啊。这边也要提醒各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花莲惊悚的车祸，汽车前轮爆胎失控，遭碾毙。那我们来注意看，它是爆胎吗？我们仔细看一下。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为何会摔车？他是左手举起来，举起来之后呢，他要好像要扶那个安全帽，结果右手呢就晃动一下，晃动之后呢，他没有办法把车辆稳住。所以我们这边要提醒各位学员，骑机车绝对不要单手。他如果今天双手还是没事情，油门放掉，双手还是稳住我们车辆啊，但是单手放开的话呢，又加上爆胎，他没有办法把车辆稳住，就摔车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机车内部的结构，内部结构，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因为时间上关系不能啊。好，这是教练在机车行拍到的一个机车，就是把机车整个全部拆掉，那外表是装了一些就是塑胶壳了，塑胶壳。那油箱呢，一般都放在这里。那这是引擎部分。好，这是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从另外一边拍的。悬吊系统悬吊系统就是连接车辆跟车轮，减少行车时产生的噪音，还有弹跳，还有震动。这样子的话呢，会比较安全，更舒适一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跟你讲，那个坐起来就很奇怪了。好，这是引擎部分引擎部分这个也把它解剖出来了。它这边有谈到是把燃烧的汽油获得的能量转换成动能转换成动能。空气滤清器，为什么空气要滤清？因为空气跟汽油混合体，两个混合之后呢，要喷进去燃烧室里面燃烧嘛。那空气要过滤不然空气就有杂质杂质之后进去气缸里面，它就会把喷嘴塞住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它一定要过滤过滤。所以如果我们的车子，我们经常出入工地的话呢，会有灰尘嘛，所以这个都要清都要清。这个也是一样，看到没有？滤清器，汽车跟机车都有，都一样，就像口罩一样就像我们人戴口罩一样。接下来，自动变速，自动变速的车子那这是什么？刹车拉杆。那刹车拉杆呢，在方向把手的前面左右两侧，左边呢是控制后轮后刹车，右边呢是控制前轮刹车。刹车器的操作就是透过操作刹车拉杆，减慢车轮的转动，让车辆减速。停止的自动的系统，减速减速，先减速嘛再慢慢刹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挡车，挡车就需要换挡要换挡。那挡车又不一样了，刹车拉杆还有刹车器下面这个就是刹车器在我们的方向把手右边，右边是控制我们前轮刹车，前轮刹车。那左边呢？左边是控制离合器等一下我们会谈。好，挡车的脚刹车还有刹车器。那也就是说，挡车的话，右手是控制前轮，那右脚呢？右脚是控制我们的后轮，右脚刹车后轮。所以它的操作模式是不一样的。那离合器拉杆呢？还有换挡踏板在哪里呢？就在我们左边，左手
这个拉杆，这个把手拉杆就是离合器。你在换挡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那个拉紧，拉紧才能动力脱离，脱离时候呢，你才能换挡。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好，换挡部分就用脚换挡了，用脚换挡，往下踩或往上勾啊，就是换挡部分。好，这是散热装置啊，有风扇，它转动的时候呢会带动风扇来散热。引擎在工作过程中呢，因汽油连续燃烧，会不断产生提高它的温度，很快的话呢就会失去它的作用，所以呢必须要冷却的装置。这个散热装置呢，它是类似风扇，可以把那个冷空气吸进去，所以在骑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穿长裙的或者穿轻便型雨衣的，要防止它卷进去，这个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好，这是前面这边是气缸啊，这是喷油供喷油的系统，还有皮带。皮带的话呢，就是要拉动后轮啊，后轮，这是整个组成就是变速箱的机构。好，这是变速机构，等一下我们会有动画。好，那驱动方式呢？有皮带驱动方式的，像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皮带。那我们脚踏车是用什么方式驱动的？我们脚踏车是用链条啊。那喷射供油系统，供油就是油，让油到引擎里面燃烧，用什么方式进去的？以前是用化油器，那现在是用喷射的方式，用喷的啦。最大的差异在喷射供油系统实际上需要的状况，给予适当的油量，还有呢点火角度的控制，确保引擎获得最佳的效能，比起化油器更环保，减少污染，还有呢节省油耗。所以目前已经没有化油器这个东西了啊，化油器这个东西已经没有了。排气管啊，排气管就要排气嘛，把废气排出来。那为什么会有废气？因为引擎把汽油燃烧之后呢，会产生废气呀，啊，把它排出来。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人吸进去，呼吸进去，要不要吐出来？要啊，哦，吸气吐气，其实原理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电动车部分。电动车呢，省略掉内燃引擎，那内燃引擎里面又有燃料系统、进气系统、排气系统以及点火系统的装置。那如果跟燃油车的成本比较，它有相当大的不同。那电池呢以及电动总成呢，占了电动车的 40% 以上的成本。那其次呢是电控电机，约 10% 到 20%。 其实教练在想的就是说产品的设计还有改良，一般很多东西都一样，用了一段时间呢就会有所改良，因为有些缺点会跑出来啊，所以延伸了电动车这个产物啊，因为它比较环保嘛，那制作也比较简单，但是目前的话呢还是有改良的空间啊，因为产品都是这样子啊，我们从它的历史角度来看，每一项产品都会一直改变，产品的设计都是如此。电动机车的外观看起来跟燃油车完全是一样，这些都是必要的配备。那至于置物箱里面呢，就装电池。机车内部的结构啊，因为厂牌不一样，机种不一样，也会有所差异。好，那这边也显示备用电池、主控制器、马达、冷却系统，这是电动车整部拆掉的照片。那这个是公版的资料，车辆基本的运作、动力的系统，我们来看一下动力系统。我们先谈一下脚踏车。其实我们把机车跟脚踏车放起来比比看，就是要让两个轮胎转动而已嘛。要让两个轮胎转动，就是透过我们人是去踩踏，哦，去踩踏那个脚踏车踏板，那就会转动。那机车要让那两个轮胎转动，是透过什么？透过汽油。要用什么方式让汽油变成动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所以现在啊、哦、网络很方便。来，我们看这张图，这个动画有没有看到？它这边写一二三，一和好一，一的话就进气形成，进气形成。那进气形成的这个气呢，是油气、汽油跟空气混合进入气缸里面。好，我们看一下哦，一，它这个没有办法停止。好，吸气。压缩，压缩之后呢，就点火，啊，第二个形成就压缩嘛，压缩到最顶点，最顶点之后呢，就第三个就点火嘛，火星塞就点火，那火星塞点火会产生怎样？会爆炸，爆炸的时候呢，就往下推，好，爆炸往下推，往下推就是动力形成，好，那往下推之后，燃烧完之后的废气要排出去了嘛，所以呢，啊，它就，好，我们注意看哦。爆炸，废气排出去了，一个是进气，一个是排气门，啊，火星塞在这边，那轮胎就动了、啊。这个动作跟我们踩脚踏车有没有一样？完全一模一样，只是我们让汽油燃烧产生这个动作。在引擎系统的部分呢，刚才讲的啊，就是说燃料在引擎里面燃烧，产生动力，就称为内燃机。那有内燃机就有外燃机嘛，那什么是外燃机？外燃机就是蒸汽火车头，蒸汽火车头燃烧煤炭，把水烧开来了，烧开来之后呢，水就有水蒸气，水蒸气就有压力嘛，啊，压力也是一样推动活塞、啊、活塞动了以后呢，就像刚才一样，有没有？好像那个踩脚踏车原理也是一样的道理、哦、也是一样的道理、哦、往复式的引擎、哦、旋转嘛，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扭力，就是动力形成啊，爆炸嘛。好，进气门、排气门、火星塞，那这边叫燃烧室。进气门的话呢，把空气跟汽油混合在一起的那个喷进去气缸里面啊。好，那这个动作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谈的动作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这边就不再啰嗦了，不再讲了，因为这个也是动画啊。那刚才那个也是动画啊。好，那我们这个是进气门，往下拉就吸进去了，往上推压缩，往上推压缩，压到最顶点爆炸，动力往下推。要让轮胎动，我们知道要有人力，那有什么？有化学能，就是汽油燃烧。那另外一个呢？马达，马达动力也是旋转的啦、啊，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就产生了电动车，还是一样转动。只是它靠电让马达转动来驱动车辆，但是结果是一样、哦、方法不一样，结果一样。那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冷却系统，机车也有冷却系统，一种是水冷式的，一种是气冷式的，那一种是油冷式的、啊、那水冷式的，水冷式就是把循环水或任何液体循环在气缸里面，把引擎产生的废热由循环水带走，应该这么说啦。水冷式的就是说水在引擎里面循环，那循环出来变热水，透过散热再变成冷水再进入引擎里面。好，因为引擎温度不能一直升高，一直升高的话就会缩缸。那这种在机车部分呢，是比较属于应该说是 CC 数比较多的机车才会用到。一般我们的机车是用不到的，我们一般的机车是用气冷式的，空气自然散热，重机的话会用到水冷式的，用水来散热，气冷式就是用空气自然散热、啊、那这边有强制气冷，空气量大一点，就是这里就有风扇啊，它会把空气吸进去。那我们刚才谈到的骑车的穿着，有些女孩子穿长裙，而且又是薄薄的那种夏天、哦、洋装很薄，那就会很容易、哦、把它卷进去里面的，所以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是一般的机车，像125那种机车都有，都是气冷式的。油冷式的是什么油冷式呢？就是看到没有，油冷式让什么油来冷却？机车里面也有机油啊、哦、它就是把润滑油把机油透过管线引导到外面来，让风来把油散热，那再回流到引擎里面去，来达到散热的效果。好，那这个冷却方式呢，不太容易出问题。
哦，只要机油的碰普，就是让机油循环那个机械不要受损。机油呢打出来之后呢，就流出来之后呢，又透过管线又流回去，所以不会有所问题出来。好，刚才是三种冷却方式，接下来传动方式。传动方式我们也讲过了，皮带嘛。传动方式最主要的功能是将引擎动力依照路况还有载重的那个因素传到我们轮胎上面，驱动我们的轮胎前进或减速。链条式的就是挡车，一般挡车都是链条式的，跟我们的脚踏车原理是一样的，用链条来带动我们的后轮。怠速跟加速，什么是怠速？怠速就是说发动引擎之后呢，不要加油，叫怠速。加油速度变快了，那变快之后呢，会有什么情形产生？我们来看这两张图。上面这张图呢是怠速运转，看到没有？它前面的那个圆盘直径比较小，那个距离就知道了。那这边是加速了，加速因为这个结构里面呢会有离心力啊，离心力之后呢往外推，所以呢它的直径就变大了。直径变大了，后面就拉动了，就变得比较快。好，注意看哦，发动车子哦。好，现在是怠速，还没有拉动后轮。好，接下来要加油了。好，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加油之后呢，这个圆盘就变大了因为它里面有个设计，透过离心力的关系，所以加油前面直径变得比较大，就拉动后轮了就是无段速变速的原理。好，刚才这个就是变速箱原理，我们这边就不看动画了，我们就不看了，这个是 有动画了，挡车我们刚才讲过了，它前面还是有左右两个把手，但是呢不是刹车了，右前是刹前轮，左边是离合器，换挡的部分呢在左脚，在这个地方，右边呢是脚刹车，所以呢你的右脚跟右手都是控制刹车，左手跟左脚是控制换挡的部分。我们来谈一下它的传动原理，因为很多学员挡车会熄火就觉得挡车很难起，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挡车的原理。引擎出来的动力是旋转的，那会通过 AB 两个圆盘，那你离合器拉紧状态，就是踩离合器拉紧状态就脱离了，那个左把手把它拉紧，就会把那个离合器分离。那 B 的圆盘旋转的话呢， C 它就旋转的，第一旋转之后呢，它会透过链条带动轮胎。接下来这个图呢，引擎在发动中状态，我们离合器还是拉住，拉住的时候呢，离合器两个就分开了嘛，所以呢 A 在旋转，那因为分开的关系 B 的后半段都不会动。那各位想想看哦，这个时候是空档状态嘛，好，那我们把离合器放开，离合器放开的时候呢， C 它就在旋转的，那因为是空档关系呢，所以呢 D 就不会转动，轮胎也就不会转。各位想想看哦，现在 C 在转动， D 没有在转动，我们可不可以入档？当然不行啦，这样入下去的话你的齿轮就会坏掉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离合器要拉紧，拉紧之后呢动力就脱离了，脱离 C 的齿轮就慢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换挡，做换挡动作。做换挡动作之后呢，离合器放开，车辆就走了，就走动了，没有错。那为什么会熄火？因为你放离合器的时候要慢慢放，因为车身是重量压着，它瞬间没有办法拉动，瞬间拉不动，它要慢慢拉，所以你离合器要慢慢放。挡车会熄火就两个原因，第一个离合器放太快，还有呢换错档，这两个原因就会造成熄火的状态。那变速箱的原理的结构
跟我们脚踏车一样，大小齿轮在互换。离合器放开的时候呢，你发动汽车会怎样？往前冲啊！所以挡车的话呢，发动引擎一定要把离合器拉紧状态，拉紧就是让动力脱离，你才能发动车子。要看这个影片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边是我们的左手是控制离合器，拉紧的话呢是离合器脱离，放开的话呢是离合器结合。等一下影片会有加油的声音，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学员，起步的时候呢，你在放离合器的同时呢，你要稍微加点油，这样的话呢，起步才不会熄火，也比较快。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声音。好，这是挡车，啊，空挡在这边，啊，空挡在这边。那一挡的话呢，往前踩一挡，那二挡的话呢，啊，往上拨，哦，往上拨，我们就是二挡的话，它会经过空挡，不过你要用力一点。二，好，如果太你力量太小的话，它会回到空档位置。那再往上拨，就是好像空档，好像是没有进去，所以离合器放开一点没关系，放开。好，进去了三档，再往上拨，还是一样哦，四档哦，五档，好，那往回踩的话就一样，四、三，像这样子的话呢，离合器就放开，就是你的把手再放点点。它就跳进去了，就是齿轮跟齿轮的关系哈。好，再往下踩的话就二。好，那你再踩下去就会经过空档，你太用力会经过空档，所以你踩一点点的话叫空档。踩一点点哦，空档。你再踩下去的话呢，就是一档，哦，它的档位是这样子，怎么样？一档。好，这是我们挡车的介绍。好，一样哈，离合器慢慢放，哦，离合器把手慢慢放。好，动了。好，换二档，离合器，好，记得要离合器要拉起来，好，要把手拉离合器。好，这个是挡车的操作。教练刚才讲的，你要起步的时候呢，要慢慢放。那这边有一二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放离合器的动作，把它分成十等份，分成十格就对了。我们这里有三部车，一二三。那一号车呢，它放离合器放到第三格，它就要拉动你了。那二号车呢，放到第六格。那三号车呢，放到第九格。每一部车的离合器的那个接触点会不一样。好，所以呢，你要慢慢放，抓它的点在哪边，这样子的话呢，就比较不会熄火了。每部车都会有所差别，不是完全一样的哦。好，刹车系统部分呢，那这个是刹车鼓，刹车鼓，那刹车鼓我们看一下，这个叫刹车皮，动皮啊，动皮啊，刹车皮。碟式刹车，机车的部分呢，前碟后鼓。那碟式刹车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刹车的时候呢，就推动油压，那油压呢再推动活塞，再把那个刹车盘啊、碟盘啊，把它卡紧住。它这边有写碟刹的原理，透过巴斯卡原理，将刹车力道放大，通过呢液压，就是油压传达出去，使得卡钳呢能够夹住碟盘，产生刹车的力道，好，这是它的动作，就是用油压，用油。好，那鼓式的话呢，鼓式的话就是用钢线，钢线拉紧。好，那我们来说这个可以搜寻一下，各位呢找时间进来搜寻一下，时间的关系呢，教练有把这个连接点弄好了，那你们点进来看一下就知道哦，碟式刹车。鼓式刹车的作用是什么一个情形？接下来我们谈到 ABS 防锁死刹车。什么是防锁死？就是让轮胎不要锁死，透过电脑来控制油路，点放式刹车。因为你轮胎锁死的话呢，车辆容易打滑就会失控。好，那这边两个图看到没有？这里两个图，上面这个呢？
没有配备 ABS 轮胎锁死，轮胎锁死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转向，跟地面上摩擦产生的那个摩擦就会产生烟尘。那这个 ABS 就是避免过度刹车，它可以避免轮胎锁死，可以稳定的将车辆停住。那另外一种是什么？ CVS 前后轮联动的刹车，只要左边或右边任一个刹车的话呢，它就同时能够把前后轮刹住的一个设计。不过这里有个但书，它在速度超过20以上它才能做动。那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SBS 刹车，这个也是改良版的啊，改良版传统式的 CBS 的改良版啊，那就是都是跟刹车有关系的。那为什么 L 这些设计，就是因为怕你车速太快那失控，那把这些设计让你车速比较安全一点。传统式的 CBS 在刹车时呢，提供固定的刹车力道，容易造成轮胎锁死，所以出现不少的改良版的 CBS 啦，还有呢 VCBS 啦、SBS 啦等等。有电动机车的制造商就采用改良的 CBS 的 SBS 刹车系统，在刹车时的时候呢，能平衡车身，提高它的安全性。我们讲了那么多刹车系统，就是速度快的时候才会用到。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它的差别在哪里？交通部规定呢，在2021年所有 125cc 以上出厂的新车全部要加装 ABS， 可是 ABS 是什么你知道吗？在轮胎旁边的刹车盘上头一个洞一个洞，别以为它只是好看，但其实 ABS 的点刹就跟这个有关。看看这个比较画面，同样是急刹，相对没有 ABS 就一打滑，所以往往会造成像是这样的危险画面。那个 ABS 是讲讲也反应较紧，但是有当时啊，你若紧张的话。卡死啊！那其实交通部的规定，2019年元旦开始，排气量 125cc 以上新出厂机车都得要加装 ABS， 125cc 以下的都要有 ABS 或 CBS。2021年就算是旧款新车，也通通都要。但什么是 CBS 呢？目前这款电动机车加装的就是 CBS， 也就是前后联动刹车系统，一刹挡两轮的概念。但是新车被强制加装这个设备，坦白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车厂一定会加价，至少会比以往新车价多个10000到15000。其实现在推出的新款机车大多都已经有加装 ABS， 但是也有人会问，自己旧款机车想要加装 ABS 的话，可以吗？这个有当时啊，没标准了。迄、那个刚刚讲哦，你刹车的时阵，间隙的迄、那、条、個那個、动作出来，你这样用料不好，时阵出乱七八糟。已经超过30多年经验的机车业者，并不建议自己加装，而且平常对于 ABS 的保养也是很重要。刹车皮呀、是油嘛，是要一段时间也要换啊，那个对。新政策的推出一度遭到机车主的质疑，未来机车的车价会让人无法下手购买。可是安全跟价格之间该如何取舍？政府已经帮你做了决定。东森新闻崔贤雅、吴怡静在高雄的参谋。好，这个就是有跟没有的差别，但是还是回到一句老话，你速度慢的话呢，你就不会用到这两个系统。那还有呢，安全距离，你跟车太近的话呢，你就会用到这种系统。车辆简易保养的部分这个刚才影片前半段的影片我们都有谈的，我们这边就不啰嗦了。我们来看这则新闻，这则新闻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我们来仔细来看一下。有牙，民众手里拿的这条是电动机车皮带，然后中间还有断。本来规则齿状的皮带，中间开始有地方被磨掉，继续转更夸张，一整排被磨平。其实跟朋友超不满，因为机车才刚完成保养不到300公里，有问题，技师没发现，让他们差点跟死神见面。怕一个状况，最怕就是刚好从这里这样进去。那我这样卷是不是就卡住了？就等于跟你的皮带硬碰硬。对对对，那你这样卷就。看到这一段新闻画面之后呢，它里面有谈到了，他有去做定期保养。那皮带怎么保养？皮带只能观察外观有没有什么损伤，有没有起毛边啊，有没有龟裂，它是没有办法保养的。这辆机车
很多人在使用，而且皮带很多人都常常坏皮带，那就是代表这个机车公司的皮带设计不良。那如果只有你会坏，别人没有问题，那是谁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皮带，应该说小小的技术啦。这是皮带，那皮带上面呢，就好像有齿轮一样，P 我们圈圈画起来，这个是电动机车的皮带，它有起毛边的，有磨损的，起毛边的。那下面这张呢，这个齿呢就不见了，就好像牙齿掉了一颗。以这种皮带，它的承受力在哪边知道吗？在红色画的这个地方，受力点，皮带的受力点，就是像拉动车子那个受力点，就在红色区域这个地方。燃油车的机车，它的皮带是长这个样子，它的受力点在哪里？它的受力点是在这个黄色画起来这个面，是整个面的哦，不是一个点。为什么会这样子？电动车那个齿轮为什么会掉？因为加油的力道有差，你再重也有差，你再重瞬间加油起步快，它要拉动你瞬间要快嘛，所以呢就会造成这个齿好像没有牙齿一样掉光了，它瞬间拉不动啊，受力比较重。那这种燃油型的，它是整个面，它是整个面在受力，它不是那个齿轮受力哦，所以呢不一样的设计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教练觉得是他使用机车的那个习惯不好，猛加油，路口看到路口起步就猛加油，承受的力量就大，就会容易崩坏掉，因为它是橡胶做的。机车异常处理，就是说骑机车有异常状况的话呢，就是要进出到机车行进行检查或维修，避免问题扩大造成维修的费用。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防御驾驶的手册，就是官方的资料，我们有做连接点在这边，各位也可以连接看看里面到底讲了些什么。好，最后呢，机车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代步工具，那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它的正确操作方法更何况呢，这种工具使用上呢会危及到别人还有自己生命的安全，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好，今天我们结束我们的课程，好，拜拜。